在四年前，我们音乐戏剧系的同学刚刚踏入上海音乐学院，为我们2015级共同创作了一首班歌，同样也是在客厅的舞台上唱响。而在毕业的最后一天，我们也想用这首作品祝福我们每一位毕业生重新起航，用最完美的姿态迎接我们美好的未来。请欣赏由音乐戏剧系带来的2015级班歌《我们最完美》。现在